If it's the beginning of me데뷔드라마인마취업이라는드라마에서잠깐불렀던곡인데요제가첫드라마에서불렀던곡이니만큼또이렇게여러분들을처음으로만나는자리에서불러드리면좋을것같아서준비해봤습니다这首歌呢是我从出道之后的我的第一部作品《What's Up》这部连续剧当中的一个歌曲。那因为这次呢也是第一次来到台北跟大家见面嘛，所以我想说这首歌选这首歌应该是非常的适合，非常的应景，所以我准备了这首歌。Yeah. 而且大家知道这次是네 제가이름이지원이랍니다 Be my one 으로정하고싶었고요또이렇게멀리서도늘응원해주시는여러분들께저도또한사람으로서응원을보내고우리가서로가서로에게하나가되어서응원을나누고애정을나눴으면좋겠다라는마음을담아보았습니다对的我的名字不是智元吗所以那个원呢就跟我的韩文的원元的意思是发音是一样的那因为毕竟就是啊，希望这次见面会跟大家见面很快愉快之外呢，因为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一直大家啊一直不停的一直在支持我嘛，所以我想说，嗯，把大家这样支持我的这样子的心意呢，当作是我们的对我来讲是一个珍贵的唯一嘛，所以我把这个意思放在里面，所以把我的主题叫做 Be My One 这样子。OK， 这个 Be My One 指的就是你们每一位现场的每一位都会是今天我们的 Fan Meeting 的最成功的 One。是那个 one 的请举手 Yes, be my one 就是你们哇哇应该有一个回应吧来我们再做一次好了当志远给大家这样子的时候现场所有的朋友请你们给予团结Yes 好大家都演了这个戏了对